月我们要去学开飞机，我们订的是 Learn to Fly 的，然后去开飞机。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到底是谁开，因为他订一个人的开，然后后面可以带一到两个人，就是坐那个飞机上面。我觉得应该是我，因为我是开飞机的熟客。我们现在到瓦纳卡机场啦，这还有一个小飞机。我们的巴士它是直接到瓦纳卡的，然后它会路过机场，然后我们就跟司机讲可不可以让我们在这里下，他讲没问题。啊，我的头发很乱，刚才在车上睡着了。Yes， 要开飞机了，就是这里啦 ，Learn to Fly。如果是现场来的话是189，但我忘记我们订多少钱了。这边有直升机，然后带着你去参观的登机牌。我们刚刚看完了影片，然后现在来这里，应该现在是等是吧？刚刚看完了那个安全影片，然后现在等着教练来找我们，就坐在这边等。上面有个很酷的那个。帮我们叫的车，叫的德士，然后但是呢，迟了很久才到，所以就我们就没有什么时间了，所以要赶着去。这个就是瓦纳卡之树，那个同学已经去拍着了，还是。就是只有几个人排队，但是就等，等错就等，等了差不多20分钟，等就是等他做好，
然后等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已经队伍已经排很长了。你来这边的话可以试一下。我是，但是其实我说是，我就尝不出我跟在基督城吃的那个，有多大的差别。价格都差不多，一个18.9，一个20块，差不多。今天早上我们订了一个蹦极，是中午12点，今天终于可以不用起那么早了，就打算吃了一个早餐或午餐然后再去。我们昨天在超市买了一点东西，今天打算自己做，就买了，给 Mark 买了像这样的，就是直接烤的这种披萨，然后打算今天早上做这个。我第一次用烤箱，先把杯子洗了。我们的披萨烤好了，感觉熟了吗？应该可以了吧。Hello 大家，我们已经在这个蹦极的这个地方等着了。我们已经刚刚称了体重，然后他给了我80磅的跳的。我有带我自己的小相机，然后我不知道他等一下可不可以让我拿着跳。紧张？里面就放了各种各样，就是别人跳的时候的样子。我想拍到拍成这样的照片。然后我自己有相机可以拍成这样的照片就好了。等着啦，等着啦，我们到这里啦。哇，超多人，酷。紧张吗你？证书啦，哈哈，耶！人生第一次蹦极，我想也是最后一次吧，应该不会再蹦了。什么跳伞呐、蹦极啊，然后什么东西，什么哇，滑翔伞那种都不算刺激的，然后那些东西就我觉得一次就够。耶！走到这家 burger 店了，还是那么多人，我的妈呀！我觉得这应该是皇后镇生意最好的餐厅。现在走到湖边这里，哇，这个云好低哦。这个日出，这里真的还蛮美的。它湖边有这些餐厅啊、酒吧，还有那个烤火的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还挺多间的，我们刚刚蹦极完了，然后在家吃了点东西，然后现在刚刚下雨，就在家待着了，然后就没出来，现在
雨停了，然后我们就出来走走，就在皇后镇的那个市中心的地方。它的市中心就是相当于一个小镇的感觉啊、哦，镇小镇的中心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现在对的这个，在这个湖边看的这个景，大家都在吃汉堡，好美呀、啊！早上都说 morning， 但是好像我之前录的好像全部都没有说晚安似的。然后今天现在是早上，新西兰时间10点多一点点。然后我们今天订了那个 Queenstown 的那个缆车加午餐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往缆车那边走。今天超冷的，今天这个时间只有6度、7度的样子，超冷的，我穿了超紧。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缆车的那个换票中心啦，超多人！哇，现在这么早，都已经这么多人了。哇，我们坐上缆车了，它速度超快的，这个缆车，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吗？那个城啊，这样好一点。哇，它速度超快的，它不是一般的快，它相当快。我等着上去吃午餐。这缆车真的是超陡的。味道都很不错，然后它的景色比这个还要壮观一点，我是觉得一般吧，就还好，可以来试一下，但是期望不要太大。到这个顶端的这个这边来了，然后又是就是这边的一个蹦极，跟我们昨天不一样，它是绑在腰上的，然后那样子跳下去。然后我们昨天那个是 AJ 大桥。
就直接垂下去了，往上弹而已。这应该比较矮吧，因为看下去没有很深的样子。这就是我们刚刚吃饭的那个餐厅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是他们坐那个滑板车的地方，跳伞。这跟圣淘沙的一模一样，滑板车下去，然后坐缆车上来。山地自行车，他们坐缆车上来之后，然后走那种路线，然后骑下去，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刺激的路线。妈说我们不可以尝试。超冷的天，大家都知道我穿的是这种棉衣啊，这些小朋友要跳水，我真的是服了，太厉害了，他要跳了，哇，超冷的，你要问他是不是那个水是不是很冷，他们说不冷。到公园的这个头，就是尽头这个地方，这水波的那个阳光好美呀，闪一闪的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公园的尽头这边，哇，波光粼粼，看到那个太阳照在水面上一闪一闪的，好美呀。旁边是山，哇哦，惬意。Good morning， 我们今天中午订了一个就是 TSS 蒸汽船的一个 tour， 然后就是他会带我们坐那个蒸汽船，然后去到那个农场看剪羊毛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BBQ lunch。然后我们订的12点的，还有早的，但是我们不想起太早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蒸汽船就在这里。这个快艇好像也是这边蛮酷的一个，就是项目吧。这个好像是出名，是因为英国的皇室有走过这个。船来啦，我们在这边排队。你说还是这么
到了农场这边啦。然后下船的第一件事情，然后应该是先去看那个，就是看方秀，应该是剪羊毛吧，然后才可以去吃 BBQ lunch。我都已经闻到了羊屎的味道了。然后把羊拿出来要剪了，那个狗狗是牧羊犬，要把羊从山上赶下来。推荐。准备靠岸啦，码头在那边。是那个鲨鱼的那个快艇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 Queenstown 的机场啦。我们今天就要走啦，然后就是结束我们整个新西兰的行程。然后我们从那个皇后镇的那个市中心，然后坐那个巴士来的。然后它的巴士超级贵，10块钱一个人。昨天我们的邻居还讲，他们去见证也才5块，然后去来机场10块，哇，太贵了。OK， 拜拜啦，我们新加坡见吧，拜拜。